所以，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顶一集啊，咱讲到普贤菩萨十大观王第七观，请佛注释。请佛注释条件就是好学，欢喜学习，佛就注释。若无好学啊，只干那无形式、无场面。 佛不著色，菩萨也不著色，同款，显地色也不著色，唯有真正放下啊！所以人生最大的乐事，学孔老夫子在《论语》里面所讲的几句话，我懂，啊，也是讲家己常常想的，我懂，啊，我想啊。 啊！我想将日不食，就讲我一天无食饭，将夜不寝。啊！我暗时也无困，意思啊，我在想无益，啊，无益就无路用啦。不如学也。意思著讲，规日拢无食，啊，暗时啊，也拢无困，啊，一直想也无路用。 不如来学习吧、啊！啊，这个世间无论什么代志，啊，多几件代志上好呢，学啊，学圣人，学贤人，学做好人，不如学呀！啊，什么关的代志都比不着学习。啊，学理、学学知，不一而合。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朋是啥物？好学。即款的朋友，啊、咱即马讲志同道合，啊，大家拢是欢喜，共同来学习圣贤佛菩萨的道德学问。 啊，那么这就是清佛注释主要的条件。普贤习惯古代的，给咱讲解，咱在注解内面也看到，这个十元实际上元只有七元。啊，从礼敬注释到清佛注释啊，清佛注释这个七元，啊，这是元后面三句拢是花香。 但细细看這些書，这祖师大德讲的有道理。大圣教内面讲三种回向：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回向实者。为为什么爱回向？回向是甲心灵脱开。我做这个代志，不是为自己，是为见法界虚空界。 一切众生，这个心量就大了。这才叫普贤行。普贤行甲一般菩萨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就在即大家。一般菩萨要有礼节，要有称赞，啊，供养、忏悔业障，拢拢有。啊，为什么无叫普贤行？ 伊诶心量无遐尼大，像咱世间诶凡夫啊，世间凡夫讲即个人心量真大啊，讲宰相都来好提准啊。伊想诶是虾米啊？即个宰相，伊所想诶是我整个国,国家民族。 以为民族，无为家己啊，无为家己嘅家庭啊，以为家己嘅国家了不起。啊、那么这心量啊，在即个国家来讲啊，伊心量是上大咯啊。但是呢，整个世界来看啊，心量还是小。 啊！你为你的国家民族啊，别个国家民族要安怎呢？啊，我即个国家是世界最强的啊，别个国家拢是最弱的，安尼安怎呢？要安怎相处啊？说心量抑是无够大啊！即款的心量可以做一个国家领导人。 伊个心中包容一个国家，如果有国家大诶心中会当包容世界，包容即个地球，起心动念，毋那是敢若想着我即个国家诶人民，我系想着全世界人民，怎样会当互全世界人民拢会当过着好诶生活？ 啊，若安尼，即、這个人是世界领袖，伊心量大了。那么想到全世界，即、這个心量也比袂着菩萨。菩萨起心动念想什么？三千大千世界众生啊，咱即个世间人无人会当比得。 菩萨的心中普度众生，不度三千大千世界法，救化界众生这心中啊，真大了。但是也比未到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的心中是骗法界虚空界，骗法界虚空界，确确实实有未少法身菩萨。 也是这个心量，普贤菩萨也比修行，修行在哪里？咱在华严经上看到，普贤菩萨包含密典内面的世界，这是在华严上跟咱讲，其他经上无讲到。 每一个密庭内面拢有世界，密庭无放大，世界无缩小。密庭内面的世界甲外面世界共款诶，无两样。谁会当入去？普贤菩萨会当入去啊！入去密庭这个世界。普贤菩萨诶心中伊是另立啊，另度。 重重无尽，世界微尘世界，内面也有微尘啊！迄微尘内面也有世界，所以世界重重无尽。为什么会有即个现象？啊，佛讲人讲诶，自性法灭如是，真心本性本来著是安尼啊。 啊，咱本来就是安尼。啊，即、这个来头无什么理由的，因为伊本来就是安尼嘛，本来存在。就好亲像性德，咱常常讲性灵、性德。啊，性诶灵永远不息。啊，伊就是安尼嘛，啊，伊本来就是安尼。性诶德。 也是安尼啊！性嘅零是虾米？中峰禅师在初地讲嘅零地心，性嘅零零地就是见闻觉知。为什么？伊有见闻觉知，伊、啊、本来就是安尼嘛，本来都见闻觉知嘛，这是伊嘅本灵。 在咱嘅身体上，啊，每一个细胞拢有见闻高知。今个现在用科学嘅方法，可以当探测到。性嘅德是咩？就是大圣经常相共嘅智慧、能力、德能、相好，这是性格。无量嘅智慧，无量嘅能力，啊，无所不能。 无量相好，大乘经上常讲：心有无量上相有无量好，这是性的德。另外，有一个讲法：常若恶静，这也是诸性本来具足的德，这是性的啊。这是一切众生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呀、啊。 啊，每一个人本来拢执着啊。佛菩萨的教诲无别项，就是教咱恢复自己嘅本灵、本德啊、本基一德量啊，如此而已啊。到你家己完全恢复啊，佛甲你讲啊，你证着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安怎讲，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因为你本来就有嘛，啊，毋是讲本来无，即嘛才有，啊，本来无即嘛有,有啊，迄都有的，啊，本来有是恢复安尼啊嘛，无得啦，啊，所以佛菩萨对你并无什么贡献，啊，你自修自己正德，佛菩萨只甲你做一个介绍人。 经常言理义，佛法是平等法，人人平等。佛菩萨无占即个功劳啊！讲我家的，那我对汝有温的。佛菩萨无即个念头。佛菩萨教咱感恩，感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恩啊！教咱感 父母的恩，感师长的恩，感一切众生的恩，啊，这、那个心量偌大，所以回向是把心量拓开，心量拓开，你才会当恢复自信。啊，心量小不行的，啊，不能践行。所以第八，八者相随合合。 这是回向菩提，这是咱所需求的。咱的目标，我所学的，我所修的，我所行的，为啥为菩提。为菩提实在讲啊，咱家己落实到思想顶面，逐个好不？为正法救主。 佛道的教育是智慧的教育，菩提是觉悟，啊，是大智大觉的教育。我希望即个教学在这个世间常住，永远不断，就是前面讲的，请佛住世。啊，请佛住世一定要上属佛学，阿、啊、尼佛的住世。 这两个、啊、可以连起来。那若无顺佛啊，无向佛学啊，就被注释了。啊，咱爱轻转法啊，轻要条件爱向啊。我欢喜这个教育啊，我对这个教育有兴趣。 我发心来学习即个教育啊，阿弥呢，佛的注释，菩萨也注释，贤知识也注释啊，伊都袂离开嘞啊。如果咱无愿意学习咯啊，佛注释也无路用啊，伊就离开了。教者行顺众生，注意爱看即个顺，不但爱顺行顺啊。 永远随顺众生啦，你才当帮助众生啊！你可以去帮助伊，但是你无顺利，伊就反抗啊！伊都未接受啊！安尼你都无办法去帮助伊啊！所以你看看，诸佛菩萨要度众生，一顺众生。 啊！你看《普门品》里面讲，观世音菩萨三十二益，利益什么心得道，依旧现什么心？这下面呢，这就叫行顺。啊！一欢喜，这个众生欢喜佛，观音菩萨就现着佛心。啊，众生看到就欢喜了。啊，欢喜菩萨心，他就现着菩萨心。啊，欢喜阿罗汉，他就现阿罗汉。 啊，还一天欢一郎啊，一赌现众生欢喜，迄、那、的、个、心啊，完全顺众生，毋是随顺家己呀！啊，你随顺家己是度不了众生啊！啊，更加好诶心，更较好诶意思，众生未接受嘛。所以你应会知影顺众生，尤其是。 兴顺众生难啊！啊，这不容易啊！咱在外面帮助别人，人未接受，什么原因呢？咱无随顺伊啊，咱完全随顺家己诶意思啊，顺家己诶意思，伊著白贴啊，这行不通啊！即个人欢喜基督，欢喜耶稣，关心伊著化一个。 一度压缩，我一欢喜咯。啊！那么三年前啊，十一个家属健康祥林到日本访问，在日本东京，甲中村康良老和尚见面啊，即、这个老和尚也九十几岁咯。 是日本的国宝，在日本佛教界内头非常有声望、有地位。见面的时候，伊甲家家讲了一句话，当时在座这些日本的法师拢感觉非常惊奇。伊安怎讲？伊讲全世界每一个宗教创始人。 拢是观世音菩萨诶化身啊！那么这甲咱平常想诶、平常所讲诶完全相同啊！这个老和尚真了不起啊！边啊，日本诶，啊、这个法师甲家师讲啊，伊讲老和尚平常啊，对因毋捌讲即个话啊，伊讲法师你今日来呢，伊甲你讲啊，以前伊毋捌讲过。 啊、那么这，我们真大的鼓励啊！咱今日在全世界接触不同的宗教，做多元文,文化团结工作啊。那么日本中村空良老和尚讲这个话、啊，那么这就是对家书这个方法的支持。 啊，这个老和尚九十几岁了，啊，头脑非常清楚，啊，身体行动较无方便啦，坐轮椅，啊，头脑啊真清楚，真有智慧，啊，大家见面真欢喜，兴顺众生，说法发无定法可说，众、啊、生欢喜什么法，该讲什么法，无有定法可说。 不菩萨也无一定的相，啊，心相完全是行顺众生。灵严经上所讲的，随众生心,心应受地量。灵严经上这两句话，就是一般大乘法内头所讲的：应以什么心得度，就现什么心；应该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 这个应拢是应众生的需要，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现的身上是心应，为说法是说应，啊，拢爱应众生啊。众生是机，啊，应机说法，应机现身，所有一切无一项不应机。 这叫行顺众生。你了解这个大道理、大原则、大方针，那安尼你就知影。今日这个世界，走向了科学技术。科技里面现在最普遍，逐家常识晒啦。最普遍的是媒体啊，这个广播、电视、电脑，这个网际网络。 咱看了之后你要，你爱行顺众生啊！咱来行这个路啊！咱讲经，啊，是像过去啊，迄、那个时代啊，有在在一个地区讲台上讲啊！咱利用这个科学技术啊，在立 从即个钢筋录影录落来，啊，摕告卫星电视台，摕告电脑网络去播送。那么，这就是兴顺众生了啊，这就是应机说法了。啊，现在是即种感啊，若安尼咱佛爱即种应。 有感就有应，感应多高？啊，今日，咱们就起一个真大嘅道场呢，无需要。今日方法嘅道场，啊，坐书台顶，啊，亲像最近净中十三座印光坐书。 运作教多人啊！现代诶道场毋免大啊，伊无主张建大道场啊，主张建小道场。逐家斗阵共修诶人麦侪，主张以二十下为原则，麦超过二十、啊这个人即个话咱愈想愈道理，为啥面呢？符合现代社会状况。 卖化验，二十个人生活容易维持。赌场太大，注重太侪啊！你生活来源不为倒来，你一定要去做发挥，爱去做真侪真侪啊！那么安尼呢，就找真侪观光旅游啊！这赌场变观光地区，那安尼你赌业完全就毁掉了。 啊！你清净心得未到，啊，所以伊讲不化缘不做会啊，无做一切法会，无修道地，无团结，无讲经，专门念佛，平常功课就甲普通佛事同款啊，二十个人斗阵共修啊，个个会有成就。 即、啊、种开始多了不起，真实教会，当然来赌场修行的人，拢不得佛法啊，所以无必要讲经啊。讲经去到讲呢，讲经在电视来讲，在网络里面讲啊，大家对于经教拢不得了。 咱找一个地方修行，真简单啊！二十个人斗阵啊，找一间小厝就用了啊，你会成功，一定爱甲外言断绝啊。如果即个道场不行观光旅游诶道场，迄就毋是修行道场，即、這个内头无可能有成就，爱捌即个道理。祖师讲诶话实在讲啊。 咱听了后不会讲啊，所以讲经说法在电视，把讲经说法送到每一个人的家庭。咱现在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啊，相信五年之后网络会代替电视，为什么呢？啊，咱看即嘛即个手机啊，啊，迄手机啊呢拢有影像，真方便。 啊，甘那一个碎电视放喺落地啊！啊，以后啊，即、这个复发啦，就当送到你诶手中心啦。啊，所以呢，这个道场啊，方法诶道场啊，即马爱利用即个科技。 啊，唔免像过去农业时代呢，去真大型诶道场。那、啊、么想要修行呢，找一个小道场啊，二十个人诶，小道场啊，你真正会成就啊。这是祖师教导咱。所以这叫做行顺众生啊，这拢叫应机说法。所以今日在即道场啊，实在讲是观光旅游啊。 像大陆上啊，真侪即个大寺院变观光区，为国家带来收入啊，这是服务业啊，同时会当发挥一个效果，就叫做机会教育啊，将观光旅游诶机会甲游客介绍互这观光客啊，互或者观光客接触游客。 啊，提供这个方法诶消息互伊，啊，也可以在电视，可以在厝的内面啊。现在啊，这个手机啊，手中心去听闻佛法，这是应现代众生之机，行顺现代的众生啊。咱来八，你毋捌这个道理，你都不能普度众生。最后一条。 实者破解回向，啊，这是回向实际什么叫实际？就是回向本性。一切从本性生的，最后也回归到本性。本性也叫自性，真如实际，也是回归到这个从这达心。 啊，要回归到即啦，所以咱一般讲回归大自然啦。啊，这是一般世间人所讲。啊，佛话讲诶，回归实际，回归真理，回归真如。安怎回归？就是念念行行，拢与真如相应。啊、这个，即个汝著捌，即叫克力。 啊，这个修惯前面九条是客机，啊，这一条是客理，决定不能违背实际理体。化身菩萨最高，化身菩萨之外，将声闻缘觉广教菩萨，啊，这当做到相属。啊，咱凡夫啊，对这几条。 都唔在，都讲献来了啊！破解会向唔捌伊的意思。那么伫家呢，甲大家讲一啲啊，大家有一个概念啊，汝该真清楚啊。迄就是爱从汝家己修行嘅功夫，就是克己克利啊。前面讲嘅克己啊，即条讲克利。 咱即个力依靠什么？简单讲，咱啊，无正德真如之力，咱爱依敬教，咱起心动念，一切作为甲敬教相应，无违背经典教诲，就是破戒回向。以经典教诲相违背啊，那么你即条呢？ 都无啊！你法啊说法克机不克利啊？那么这段咱就讲到这。那么丁明啊，咱讲过普贤菩萨十大元龙啊，十万可以讲是菩萨的宗源啊。但是除了这个宗源之外，还有一个宗源，一切诸佛的宗源。 就是普贤菩萨十愿也无离开这个素红色观即、這个是宗愿连阿弥陀佛的四十八观若个归纳起来，素红色观拢会当包括所以素红色观呐是所有一切佛菩萨的法观的总纲领。 无离开这个世缘了啊！那么这个世缘展开就是无量无边诸佛菩萨的大愿啊！啊，咱接着来念这首偈：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国土无相誓愿成。 在三时血念法术当中，四弘四观有三处，每一时拢有一处啊。这个四故啊，咱到后面再讲啊。咱接着看即是三宝赞即里头有赞叹，就是称赞如来。三宝赞是赞佛、赞法、赞经，称为三宝。 宝是，譬如世间人有了财宝，就会当过真富裕的生活，过真幸福的生活，就是伊会当解决咱物质生活即、這个问题。佛法中称为三宝，是真正的三宝，因为世间财宝只会当解决咱物质的问题，袂当解决咱生生世世的问题。 啊，更加未当解决六道生死轮回诶问题。啊，轮回之外抑有问题，不能处理是法界问题，不能正得无上菩提问题，这问题就错咯，但是即个三宝是真诶宝啊，决定毋是世间财宝会当修比为什伊会当解决。 越多生死问题，伊会当解决是法界诶问题，伊会当帮助咱政治究竟合格诶问题。啊，即只叫进步。咱会问啊，能不能解决咱现实生活上诶问题？答案是肯定，当然会当解决。为什么呢？越多内面即是小问题。 无上菩提是大问题啊，大问题都会当解决，那小问题算什么？真可惜，世间真侪人迷理不讲，甲即个三宝啊，疏忽了啊，即三宝无在外面，在自性。福报是自性感，法报是自性净，真报是自性净。 精进三宝，甲精进是性的，所以三宝无在外面啊，无一个求未到诶，拢伫汝诶心内啊，真诶是有求必应。到哪里求呢？向自性当中求啊！说释甲即个理论甲咱讲，求诶方法也甲咱讲。 三宝、啊啊、现前之后的境界也讲得真详细、真明白。啊，迄、那个境界就是花种世界、极乐世界、一真法界。所以唯有步 5, 省省三宝能帮助咱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转娑婆为极乐，啊，转秽土为净土，转十法界为一真法界。 这才是真正的宝。咱现在先看第一段，第一段是赞佛福宝啊，赞无疆啊，这句意思双关，有自性的福报，有思想的福报，思想的福报，最根的释迦牟尼佛。 为虾米呢？啊，伊若无出来实现造福，教导咱各正正真实法，咱永远都唔知样啦。啊，无人一旦讲会出来，啊，所以这个地方的战佛、主性佛甲属相的佛拢拢包括了战无疆啊。 啊，体性无强，思想也无强，讲成无量劫中。啊，功是从思想讲修行诶功夫，不是为人修行诶。爱修偌久，修无量劫，毋是短时间。咱一看无量劫太长太长，往往甲咱修学诶心惊着了。 无量劫啊，还不晓什么时候再成就、啊、大圣教大明佛讲，不但时间是假，空间也不是真的、啊、时空从哪里来呢？是从咱妄念当中产生的，不是真实的。如果你那是专门为我无量劫，变成一刹那了。 啊，那是没理不讲呢，一刹那就变成无量劫。世尊在大圣教内面对即件代志讲得真多，尤其是咱在《华严经》上读到，没理不讲，确实是无量劫啊！啊，讲不昧，一念顿敲，即、這个代志难，难在哪里？难在咱不能。 甲梦想分别执着放下，难在这个地方。什么时候甲梦想分别执着放下，功成无量劫中你就成就了，无量劫就无了，想做到，时刻摩尼佛做到，做出榜样来，互咱看。 巍巍长乐紫金融，啊，巍巍是形容古代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新冠一登六手，一登六手，啊，在咱修个真冠呐，啊，差不多现在两个人冠啊。啊，实际上古早印度迄个时候多量型，甲咱现在不相同。 属于那块弘一大师，读学三十三种合刊，这里面有一篇叫《九笑课》啊，九条时候，用为这个笑，长度啊，迄阵的一尺大概只有咱现在呢六寸啊。那么安尼一看，咱就想着这是真合理啊。新加坡毛利夫啦，这个神权啊，真权大概。 咱即马讲公分啊，应当是一百八十几公分啊，比一般人啊较悬一点啊，一百八十、一百九啊，即个、即、這个差不多、這，即个、即、這个悬度啊，比一般人较悬啊，但是真正常啊啊，并非呢啊，咱现在手啊，那咱现在手长六哦，迄着真悬咯。 迄个身体皮肤颜色是紫金色，所以即一句是赞叹啊，战佛诶，心色啊，微微长乐紫金洋啊，即、這个向好位倒来诶，呢？这个人诶，心好，思想好，言行好，甲家己心色可以随家己诶意念来转变啊。咱即个世间人认为，即款诶，身体。 身材啊，即款皮肤的颜色是咱人间最尊贵的啊。世间人讲的富贵相啊，佛每一种相拢是贵相啊，拢是世间人非常羡慕、非常喜爱、希求而求未着的相啊，佛拢拢执着。然后，佛甲人讲相好是果报。 个必有因修什么款的因，得到什么款的果报啊！你看现身说法啊，家人爱得好学，你爱好好修行，随心转身体、体质也随心转啊！这个转变是非常快速。 至于山河大地环境随心转啊，迄、那个功力要国较悬。咱如果把即个功力分三等啊，上上等诶，啊，汝居住诶环境风水拢转咯；中等诶，体质转咯；啊，下等诶，相貌转咯；啊，所以转向。 转这个相貌是最容易的，相貌一转，你应当有信心了。啊，从此之后，决定不起一个恶念，决定不起一个不善的心。啊，慢慢你会当转身体，一、这个体质，啊，也会当转境界。 到转境界时候啊，连人事环境都转啊，人事环境是恶人见到你时候不起恶念。即、這个在现代科学里面拢讲会通啊，咱中国人讲气氛，外国人讲磁磁场啊，这诶，磁场在佛法里面讲即个光啊，咱常常。 在经常看到“佛光普照”佛法内面讲的“光”就是中国人讲的气氛啊，这个气氛非常慈悲善良啊。恶念进入你这个气氛内面，一受感动，恶念暂时不生啊。在你的这个光气氛加持之下，伊未起恶念。 除开你即个场所的时候，伊可能恶念犹过起来啊。但是在你的气氛照耀之下，恶念不能升起啊。这是一般常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所以，咱真正明了，希望家己境界不断向上提升，爱在心性上下功夫，迄叫真功夫。 你在经教文字顶面下功夫，如果未当落实，迄个无用处，转不了境界。啊！以前李老师常讲，应该安怎行事，也是安怎行事。啊！你学了警告经教、讲经说法，上最培养一点啊福德。啊，福德即边诶代志，毋是功德。功德会当了形式。 一解决问题，讲是虾米，落实这叫功夫。无落实，毋是功夫。无真功夫，收一点仔福。即、这个福报就是所谓三界有六福报啊。什么叫做有漏啦？有六就讲有漏啊。干那汤啊，破一空啊，你水底老了,了，漏了了啊。讲到譬如干那水。 忧流著是你烦恼习气无断，就是叫忧流啦。啊，你修福啊，有福报，但是烦恼习气无断，这就叫做忧流福报。下面一句，各道说三方，这是讲十条魔呢会修行啊。下面一句，功过过报，过必有因，因是虾米？因是修行。 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这个地方是做譬如，角度就像雪山的上顶管同款。啊，这句就是说明，伊老人家修行正果，正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啊、用雪山来做譬如，雪山是最高峰，是迦牟尼佛修成就了。 一，搁再看下面一句：未者日可光灿烂，照开六道分蒙，自己成就了，著要帮助众生。前面是家己修行正果，自己正果之后，爱教化众生啊。未者日可三十二上之一，咱常常在经常看到，佛分必可光。 佛宫里面有化佛，有化菩萨。宫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常亦无边。啊，咱在《战佛记》里面念着，不可奉公，啊，弥遮日可，就是通常讲的不可。啊，不可放光。召开六道分盟，即句话就说明诸佛如来因六道众生有感。 佛就幽影，应化到六道内面来，教化一切众生。应怀理非常深，咱无法度了解；应怀思非常玄妙，不可思议。应以什么心得道，伊旧现什么心啊！佛自己绝对无起心动念啊！要现什么心，无啊！分下起心动念，啊啊、動念就变成凡夫啦。 凡夫在起心动念，咱今日参加什么宴会啊？先起心动念啊！我要穿什么衫？安怎打扮啊？凡夫起心动念，佛菩萨没啊？连阿罗汉、应化在世间都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会用的吗？会用的。咱现在真清楚啊！你看伊的水的结晶呢？ 所以起心动念啊，无啊，诸诸连连的因，咱是众生啊，咱可以感啊，咱写文字甲打咧顶面，带玻璃管啊，啊，用文字来感啊，或者用音乐、音声来感啊，你着看伊的回应啊，咱是有意思，起心动念啊，有意思。 一无啊，用得真自然呐！啊，感应道教的道理，自自然然的。所以，若度众生有求,求，有求得是有感啦。佛菩萨著有用即、这个原理著是一切唯心做。咱今日即个唯心做，咱要求，咱求佛菩萨，佛菩萨著有用。 这叫感应。一切为心做是最高诶！啊，用世间话来讲，真理即句话，咱究竟会当体会偌子诶，啊，就未使错解，错改你过失就大，骗法界虚空界。现在科学家讲无限诶空间位处，啊，不离唯心。 拢是为心所现，为色所变啊！你若要问讲，咱为什么会变成即嘛即个模样？即、啊、嘛是要安怎来办呢？啊，咱是在迷，毋是在饿？迷也是为心，饿也是为心，但是咱今在日在迷你不饿啊？迷你不饿，咱在六度内面爱受。 真侪苦啊！啊，做梦是为心啊，有人打工做好梦真快乐，有人啊打工在做恶梦啊，啊，拢是为心啊，你爱怎样？啊，咱今嘛打工在做恶梦，佛菩萨打工做好梦，要安怎样把咱的恶梦变成好梦？啊，你无求佛菩萨帮忙做未到。 啊、你唔知要怎安怎样转变，所以佛菩萨对咱的帮助大，恩德在其中。啊，咱有求，这就是感。佛菩萨都有益，诚心诚意的求，感应真灵，心加灵啊。所以《大圣经》里面历历句句决定不能错改，决定不能误会，错改误会。 那么你都爱继续六道轮回啊，唔知要轮回几多一劫，你会当回头啊，会觉悟啊，所以爱用真诚心、恭敬心去求啊，求佛菩萨、求善知识教诲啊，嚟真正不二意思。我即节嘅时间到啊，我就公告家啊，下边一节节继续嚟个注意报告。 多谢大家收看，阿弥陀佛。